流行 Nike 的，还是现在流行艾迪达的？哇，好漂亮啊！我要不要跟着流行去啊？不要，对对，哇，这个刚刚有人看。我看这个全球的天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，大裂缝，那为什么？可以充电要结合的太阳能板，每小时可以供应两度电啊。那我们增加这个洒水设备，这个喷雾的设备是降低里面的温度，好、啊、让里面的温度好、啊。啊，再来我们要介绍这个2050要零排放啊，风力发电啊，找太阳机构那个减少碳的排放，所以说要。要改变生活，要改变社会转型，就 ESG 永续认证啊，场域的认证，再来就是能源实际首先转变了太阳减少碳足迹的排放，增加绿能，你看这个刚自然气，二氧化碳因为现在在地球太多了，所以造成了。二氧化碳啊，行光合作用，对不对？如果4公斤的二氧化碳